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我们来看一下三月份的重点：死神觉醒，黑暗加深，命运的阴影即将逼近。死神技能第一招悖论，它的前身技能是死亡镰刀昏迷。它的能力是形成一个束缚目标的灵魂谴责区域，区域内的目标会因为攻击而持续受到伤害。如果他试图离开这个范围，则会立刻被束缚住，无法移动，无法瞬移。 它这个技能说明有点像是传说对决的夜叉大招，把链子链在那个范围内，你一直会被攻击，然后你移开的话就被锁住。然后第二个技能原本叫做处决，它的更新后能力叫做挥舞镰刀，可以抵消敌人的盾牌。我在想，可能是无视屏障，或者是无视你的保密护盾，直接斩杀，或者是无视你的减伤。第三招技能是旧技能更新的一个白技。 原本叫做死亡方块，更新又叫做死亡发现者。它能力是说吹响死亡使者，以揭示敌人的当前位置。我觉得有可能是类似眼睛的作用，可以去扫到敌人的躲藏位置。比如说类似影斗或半透明的玩家是无所遁形的。再来，我们看一下死神的核心技能——死神，这是新技能。透过加强与死神的联系，他被授予死者之王的称号。死神的力量大大增强，可以掌控死亡。 应该就是一个强化自身各个技能的被动技能，然后再来新增红技叫做大屠杀安魂曲，学习集中攻击和斩击来增加大屠杀的杀伤力，就是强化的范围 A O E，所以死神的范围 P V E 能力会大幅提升。第三个新增白技死亡乌鸦，将死亡使者附着在目标身上并造成持续伤害。如果你统治了一个 N P C，你就会获得专属的攻击权。 这个技能说明比较笼统啊，可能是类似可以牵制目标，目标或者是类似死神的开怪技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死神改版之后还新增了他的女死神的红遍造型，叫做戴安娜。好，这叫神话收割者女的。再来，死神更新三月二十号，毁灭使者给你永恒的安息，他来了。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大家拜拜。